小宝，我们今天要念的是什么呀？不是。A friend. Yeah, Biscuit's big friend. Big friend. 是一只非常非常大只的狗狗哦。它的名字叫 Sam. 那么看看 Biscuit 要跟 Sam 玩什么哟。噔噔。Okay. This is Biscuit and his friend Sam. 看他们。现在看他在玩什么，对不对？ Biscuit is a small puppy.Biscuit 怎么叫啊，宝宝？汪汪。汪汪。Sam is a big dog. Sam 怎么叫啊？汪汪。叫声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 Biscuit and Sam are good friends. 是好朋友哟。你们可以一起玩玩什么？我们看可以看看。汪汪。Sam can run fast.跑好快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 big 的，所以它可以跑好快，好快哦。对不对，宝宝？哇哦，它追得到吗？Biscuit wants to run fast too。它也想要跑很快，很快，很快。看他们的小主人在这儿。他们想要去找小主人，所以呢，森马就赶快跑过去。然后还可以玩，一起玩玩这个 stick 树枝啊 ，run run。Sam can carry a big stick. 我们想要帮忙小主人们哈，捡这个 stick， 长的树枝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 big， 可以捡这么 big 的。但是呢 ，Biscuit 它这么 small 就只能捡这个小小的 stick。Biscuit wants to carry a big stick too. 他捡一个小小的，但是他心里想说，我可不可以捡一个大的呢？怎么想着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去玩这个，一起拉拉。他们以为这个是什么可以吃的吧？好，他们喜欢咬咬啊。OK， Biscuit and Sam want to play tug. Tug.这样拉拉拉拉婶婶也很喜欢啊，他拉他的小主人的鞋带，对不对？这是后面呢是 Sam 的小主人。 OK， 然后呢玩累累了需要给他们喝水水啊，汪汪也需要喝水水，对不对？不然会口渴的。 Here Biscuit, here Sam, it's time for a drink. 要喝喝的时间到咯。Splash, 他都是这个小小的小脸盆盆的水，但是呢他想要去喝呢这个 Sam 的 big 的水水，但是不就他就掉下去了。Splash, silly puppy， 真的调皮，对不对？ Sam's dish is too big， 对，他脸盆太大了。Sam's dish is too big for you， 就应该讲太大了，你还这么小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水水喝完了，又继续可以玩玩了，对不对？Biscuit and Sam want to play fetch. Fetch 就是可以，就是把东西丢出去，然后呢，汪汪呢又可以再捡回来这个游戏。汪汪最喜欢玩这个游戏了。Ready, fetch, 丢，咻，拿去捡回来，不对不对？那很开心。一丢就丢到那个这么远的地方了。There goes the ball. Now what will we do? 糟糕，不就飞到那个对面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篱笆这么大个篱笆，连 Sam 都没办法跨过去呢。Wait, Sam, that fence is too big for you. 连 Sam 都没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对呀，有办法吗？对，你看 Biscuit 跟着过去了，不就，哎呀，结果呢？哎呀， Biscuit 怎么进去的啦？宝宝， Biscuit 怎么进去的？它钻进去的，对不对？Biscuit 的 tail 在哪里？ Tail 在哪里？对，看，不就，哇哦， Biscuit 好聪明啊！Biscuit， you are so smart.Sam is a big friend, but only a small puppy like you could do that. 对呀，只有小小的小汪汪才可以从这个洞洞里头钻进来，对不对？
嗯，好乖的狗狗。OK OK， 嗯，好了，我结束了。The end。嗯 ，Goodbye，Biscuit。